报告委员会出席为五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4年11月19日，上午9:04至12:13，下午20:31至5:16，地点本院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4人，列席委员严委员宽恒等14人，列席官员行政院秘书长简太郎等，主席邱召集委员文彦。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收支部分；二、处理行政院函送该院104年度预算经本院决议继续冻结之解冻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案。本次会议由行政院秘书长简太郎报告，既由委员庄瑞雄等10人提出质询，由行政院秘书长简太郎及所属等答复，另由委员吴玉生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行政院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行政院收支部分审查结果；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一项，行政院原列12亿8720万5000元。简列第五目联合服务业务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2亿8520万5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6项，均请参阅。二、处理行政院函送该院104年度预算经本院决议继续冻结之解冻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案。一、第八目性别平等业务科目冻结200万元，决议准予动之。二、第九目消费者保护业务科目冻结150万元，决议准予动之。三、第十一目新闻传播业务科目冻结1/5，即1138万5000元，决议准予动之。四、全院预算除人事费外，其余冻结2000万元，决议继续冻结600万元，其余准予动之。三、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收支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函送财政委员会处理。四、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一案，业经审查完竣，拟具处理报告提报院会。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错误遗漏，我们就确定，请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邀请内政部部长陈威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处长刘清芳、法务部、财政部就如何健全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并提升租屋品质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今天议程编列如何健全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并提升租屋品质专题报告及询答。在报告前，我们先介绍列席官员了，因为内政部陈威仁部长请假，那么所以就由内政部陈纯敬政务次长代表。内政部营建署许文龙署长，地政司陈杰忠专门委员，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刘清芳处长，财政部赋税署王秀忠副署长，法务部法律事务司专门委员郭全庆。好，我们现在请内政部陈次长来报告。主席、在座的各位委员、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诚邀就如何健全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并提升租屋的品质来贵委员会做报告，以下就仅就上述的这个议题啊，简要来说明如下。今天我们要跟贵委员会报告，大概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在住宅租赁相关制度办理的情形，第二个是现行的这个进行的这个措施，第三个是未来精进的作为。在第一大项的部分，住宅租赁相关制度办理的情形，我想我们的书面资料有提供给委员会，资料也相当的齐全，我就不一一的来念哈，所以我就简要的来做个精要的扼要的报告。
为了提供弱势家庭的租屋选择，健全住宅租赁的市场，透过住宅市场多元的选择，为了达到住者适其屋的目的，行政院在104年9月啊，按照住宅法来核定我们整体的住宅政策，其中的政策内涵的第一项健全住宅租赁市场里面的第二点呢、啊，就有强化住宅租赁市场的机制，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大概把这第二点的这个是强化住宅租赁市场的机制有8项的这个重点啊，都有扼要的把它列出来，请各位来参阅。那另外本部也组成租赁专法的咨询小组，来指导目前已将研定租赁专法列为中长期的推动目标，并且在短期先行推动修订房屋租赁契约书的范本以及其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及调整租赁纠纷处理的机制等等的相关措施，以强化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终结这个住宅租赁相关制度的部分啊，大致上可以就刚刚的这个内容啊，整理出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要加强住宅补贴的这个政策，包括新建社会住宅，包括自购自建房屋的这个租赁贷款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以及修缮房屋的这个利息的补贴，这是第一大点。第二点呢，就是要鼓励爱心的房东啊，能够提供房屋来租给中低收入。第三个是要强化房屋的租赁之法律的强度啊，来保护双方的权利。这个是在目前租赁的制度啊办理的情形。第二大点跟各位报告现行改进或者是进行的这个措施，第一是提高供弱势人士选择的社会住宅的数量，为了协助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包括这个资深的住民就是老人，或者是肢体有障碍的，或者是精神以及这个智能有障碍的这个民众啊，我们内政部的政策是希望透过社会住宅来解决他的居住问题。住宅法明定社会住宅采取弱势者以一般的家庭混居的概念来设计。那关于这个，而不是以说盖一个这个区域的住宅，然后全部都是有100%在里面都是提供最弱势的住户，所以社会住宅一盖的时候啊，它要提供10%以上的比例出租给具特殊情形或身份者，也就是这样啊，可以跟一般人来混居，而不是100%都是提供给这些弱势啊。那我们部在104年7月16日也函请各个直辖市、县市政府，在尔后新建社会住宅获得我们内政部补助的，都要提供超过20%以上的这个户数啊，来提供给这些特殊情形或是身份者。另外，在社会住宅目前的办理情形，也简单跟各位做个报告在社会住宅的短期实施方案里面呢、也就是在2010年6月开始奉行政院核定来执行的。包括台北市有2处以及新北市5处的试办的这些基地啊，预计新建1919户，大概在明年5月起啊，可以分批的完工。这个部分呢、我们由内政部的住宅基金来补助土地的价款，大概有34.26亿元。刚刚讲的是短期的实施方案，那中长期的实施方案也在就是在103年到112年呢、我们也框列了67亿余元来补助地方政府新办社会住宅，也就是未来现在大家所能想未来10年社会住宅可以达到34000户。除此之外，行政院在103年5月也公告修正公有不动产之有偿与无偿划分的原则，增列社会住宅可以办理无偿的拨用。另外，财政部也在103年3月啊，修正公告促参法的施行细则，将社会住宅纳入促参法之社会福利设施，所以各个直辖市跟县市政府啊，也就得以引进民间资金来投入新办社会住宅。第二个部分，我们协助中低所得家庭来租屋。那其中第一点是要增加租金补贴的这个名额，从104年度起，结合中央与地方之住宅补贴的资源，我们租金补贴的计划户数增加到
9114户，其中有43100户是由中央来补助，那另外的16004户是由地方政府自筹来补助。那第二点是要辅导成立租屋的平台，这个从102年起我们也已经开始有补助直辖市、县市政府来辅导民间成立租屋的服务平台。另外105年呢，我们也持续来推动，目前有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台中市持续在办理。第三点，要施行公寓出租人的制度，使这些公寓出租人享有房屋税的优惠税率，也就是他可以享用自用住宅的税率1.2%。在104年5月8日发布实行公寓人出租申请的作业要点，来落实这个政策。第三点，强化租赁契约的保障。我们今年的5月到9月一共有4次的会议。召开修订我们房屋租赁契约书的范本，以及增订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消保处也会跟各位做报告。那另外，在104年11月17日，我们已经将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我们要报院来核处，也就是消保处希望。核处以后核议以后审议以后，我们能够核定来公告实施。第四是要提升租赁纠纷调处的机制，要推动检讨房屋租赁纠纷调处的费用，我们也就是要调整为按租用标的的年租金价额来分级订定调处的收费的标准，来兼顾经济弱势族群的需求，并且将持续研议提升不动产纠纷调处结果的效力。接下去第五点是改善及提升租屋的品质。为了提升居住的品质，我们除了刚刚的社会住宅之外，我们也补助5层楼以下的公寓住宅增设无障碍的这个电梯，并且一定年限以前的合法住宅我们也办理结构安全的评估。这两类的住宅据我们统计，在我们国内大致上大概有550万户左右包括第一类的需要增设无障碍电梯，也就是以前的公寓4层楼、5层楼以上的，那另外就是超过30年以前的合法住宅，必须要耐震补强，要增强的，大致上有约550万户，所以我们也为了提升这些的居住品质也要加速推动都市更新，来补助办理住户的自主更新。第三大点的报告是未来策进的作为。第一个，要扩大定型化契约适用范围，并提升租赁权益的保障。院的消保处消费者保护处审查核定后发布实施这个应记载及不应记载事项的话，我们到时候以租屋为业的房东就要使用本部公告之房租租赁定型化的契约，并且受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规范。那至于说谁是以租屋为业之房东的认定，我们将来将依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意旨来做认定。那第二点是要健全租赁制度的法制作业，目前我们将持续收集其他租赁待解决的问题，并且参考国内外相关的制度来评估考量，是否以制定专章，或者是制定专法，或者是在住宅法增列专章，或者是修正现行法律等处理方式以保障民众居住的权益。第三是推动租金补贴部分减免所得税。那这个目前我们修正这个住宅法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送到立法院来，租金补贴出租人减免所得税的相关规定也在院里面，所以也在立法院里面目前在审议当中。第四个是努力推动住宅计划，因为这个住宅政策已经奉院核定，它住宅计划及财务计划现在报院核定当中它里面计划目标是创造公平的租购屋机会，引导市场健全的发展。它的具体措施有一，强化住宅租赁市场的机制，以及研拟扶助弱势租赁相关法制的研究等相关推动的这个作业。所以我们希望核定以后，我们能够陆续来落实。以上
简要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次长。我们现在请行政院消保处刘处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诚贵委员会邀请就如何健全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并提升租赁品质提出报告。本处呢，仅就消费者保护法对于承租消费者所提供的法律架构及相关保障等提出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一、前言的部分，近年来因为媒体大幅报道房东以不合理的租赁契约条款欺压弱势租赁族群的消费纠纷，引起全民的关注，所以我们本处呢，除了立即在行政院的首页发布房屋租赁的叮咛讯息，提醒消费者在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契约的时候应该注意相关的事项，包括要逐条的审阅，这个详细的审阅契约条款，特别是水电计价方式、修缮押金、违约金等约定事项。另外也建议在签约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拍照等方式来证明交屋现况，并且以划拨汇款等方式来证明这个缴交租金的一个状况。另外也召开了相关的会议，促请这个主管机关这个落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二、消保法提供租赁消费者保护之法律架构，这个部分呢分两个部分来报告。第一个部分就是新修正的消保法的部分，本处为了强化消费者在订立定型化契约的时候的弱势的地位，所以在今年的6月17号已经修正公布了消保法，增订了相关的规定。那这些规定也可以适用在房客与房东的租赁契约上，包括一这个契约经营者以定型化契约条款使消费者抛弃审阅权利者，这个无效哈。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呢，如果房东在定型化契约上面已经写好了，某某消费者在签约之前已经了解了这个契约的内容，并且自愿放弃几天以上的审阅期间，这样的定型化契约条款是无效的。第二，定型化契约书经消费者签名或盖章以后，企业经营者也就是房东应该给予定型化契约书的正本，这个目的在避免以后在举证上这个房客处于不利的劣势。第三是企业经营者也就是房东主张他的所作所为已经符合消保法规定的时候，应该就他的事实负举证的责任。第二部分就是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部分。为了预防租赁消费纠纷，平衡租赁双方的权益，促进租赁定型化契约的合理化，那本处已经促请这个主管机关内政部研定了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那内政部也已经研拟了草案，本处定于今年的12月17号召开审查会议。那这个草案的内容就担保金的约定返还、租赁期间相关费用的支付、赋税的负担、使用房屋的限制、修缮及改装等等都有相当明确的规范。那总的来说，如果房东使用的定型化租赁定型化契约不符合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时候，主管机关内政部依照新修正的消保法第56条之一规定，可以处房东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应该是先令其改善，如果不改善，处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如果再令他限期改正，不改正，可以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可以按次处罚。三、本处的相关作为，一、为了解决租屋市场存在不合理契约条款的乱象，本处在今年4月7号邀请产官学跟消费者保护团体召开了相关的一个座谈会。那除了达成上述者所讲的将定型化契约范本提升为具有法规范效力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共识外，另外再次重申了房屋出租人是否为企业经营者的认定标准，也就是不论公司、团体或个人，也不论是否是
其营业在行政上是否合法登记或许可经营，若反复实施出租行为，非属偶一为之，并以出租为业者，均可认定为企业经营者，其出租行为均得以消保法加以规范。二，另外，为了深入了解租赁消费纠纷的类型，以及更贴近民意，本处在今年的10月17日举办了消保咖啡座谈会，将房屋租赁议题纳入座谈会的主题当中，邀请部落客、网民以及崔妈妈基金会代表共同参与，针对房屋租赁纠纷议题作为经验分享跟意见交换。针对这些座谈会的意见，本处也将研议纳入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规范的可行性。四，租赁消费争议的处理，那消费者如果就是房客如果遇到租赁消费争议，依照现行消保法的规定，可以透过行政院的一个消费申诉及调解案件管理系统进行线上申诉，也可以拨打全国的消费者服务专线，转请各县市政府消保官协助处理。五，结语。强化租赁法制，避免消费纠纷，是消保法消费者业务的一部分。那本处自当本于全责，持续办理相关的消费者保护事宜，建构合理的租赁消费租赁环境。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处长。我们现在开始询答啊。那我们询答的时间一样是照例，本会委员12分钟。非本会委员时间这个发言时间8分钟，我们不再延长。好，我们登记截止时间是到10:30。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庄瑞雄委员质询。主席，我请我们内政部陈次长啊。请陈次长，那个营建署哈，那许署长。许署长，委员好。初定啊，这个我看你曾经看过报道的，当初啊，大家在形容你是这个最抢手的副手了哈。他在领导给陈伟仁要高升的时阵呐哈，要去内政部的时阵，该讲无你早你不爱做部长了对吧？可见呐、啊，其实你的能力啊。应该是受到肯定的了。今天我刚看了内政部这一个如何健全住宅租赁市场，跟提升这个租屋品质报告这部分，尤其提到比较青年的或者弱势的部分呢、啊。我一直在仔细的聆听啊，我干嘛啊这已经归你啊呢？这个似乎这一本今天的报告啊，有点类似在不破网。但这个破网到底可不可以补得起来啊？其实都要来做一个检验呐、啊。所以我现在又要来就教，就是说，其实总统大选也剩下50几天，各政党的候选人他也针对啊整个住宅的一个政策啊都有提出一些看法。譬如说，上个礼拜五，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就有提到这个扩大租屋的补贴。啊、哦，还有活化空屋、新建社会住宅这三招，一出这三波了，对吧？伊的目标讲，几年要开机给你，有印象无？他说4年34000户。对吧？他说了，好、哦、的，对了，他说了。啊，这个他说，你甲看下，伫你的专业内底，你的评价如何？我们。刚刚您讲的这个朱市长啊所提的这个住宅政策啊，他大部分的这个理念比较接近我们营建署或者是我们内政部的。不过您所特别问到的盖房子的这个社会住宅部分啊，我想两党候选人在这个部分啊，我们都认为可能是这个能够落实的这个可能性啊稍微低了一点。因为我刚刚有报告说，我们是希望说10年或甚至是8年，从现在算起是8年，是34000户。那这个是当然是中央补助的。如果是各个县市政府啊，现在来看的话，他们也是希望说未来的10年之内有87000多户，如果都能够完成的话，那当然有将近100000户。但是在4年的话，
要达到34000户啊，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大概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讲这叫做荷兰的对吧？其实几个概念呢、啊，第一个，社会大众会去问你土地在什么地方，哦，这个也只要一个政党的候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我相信不同阵营的就跟你讲说，你土地你对。甚至跟你讲说，那你资金来源钱在什么地方？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去检验这个人讲了些什么，可不可以成真啊？就是看看他过去讲的，到底是不是足堪检验呢、啊？我记得过去朱立伦呢、啊，在干2010年新北市长的时阵呢、啊，伊迄阵啊曾经讲过，你还知道他开过的支票吧？市长，您是说在住宅政策方面吗？是啊，你拍谁讲哟？2010年的伊卡扎的白宫被在新北市打造18万4000户的青年住宅，跟出租国宅啊，贵几倍？这个大家记得耳熟能详啊 ，Google 一下就有了。你去看新北市现在这个合一住宅卖断，对不对？对不？你讲伫银来内底有一批未去想到啥物的社会住宅，啊！你即马展望未来的要选总统啊，甲我讲，我以后要来创偌济啊，偌济社会住宅要来往出租的啊，是要扩大租金的一个补贴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你现在刚好是整个执政团队的官员呐、啊，哦，注定没极力为他辩护了。我只是想说啊。让你去检验一下，是不是你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把你们看得如此不堪呢？是恁过去拢总这几年来拢总无做，啊，朱立伦较敖，啊，你们怠惰，所以他现在说，哦，我安尼四年啊，特别要20万户啊。你总会有一点感触吧？那你那自己的执掌啊。应该是每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主张以后，你应该都会去跟他检视啊。你现在看来是你讲说啊，所有的候选人你提出这个主张，在你现在的执政队看起来是会很辛苦的。你是你讲的含蓄啦，我觉得是你讲的含蓄啦。干不起来注定。委员总许我稍微说明一下吧。整体来讲他的做法哈，他的概念当然是一个理念哈，但是他的手段的话他对于租金补贴或者所谓的这个住宅补贴啊，他是10万户，另外空屋释出了大概6到7万户，这个都是比较弹性的调整啊，比较容易滚动检讨的。我刚刚讲说这个要盖房子34000户4年的话，这个是比较辛苦，所以他的20万户是跟这个其他的候选人可能约略是有一点。所以你所谓的很辛苦34000户，其实他讲的是各中央也类似于中央提供土地啊，土地可能是中央的，可能是地方政府的，然后是从基隆，然后一直到屏东，所有的县政府下去盖的3.4万户嘛，对不对？没有错。那主要还是在两党哪有什么不一样？主要还是在都会区。那我就看不出有哪里不同啊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最大一个不同，我看来，你看你整个朱立伦讲说。啊，你的有厝吧，你有空屋，我给你活化，我租金来给做补贴。光一个大台北地区啊，出定几户你知不知？空屋啊，双北大概有19万户。朱立伦共产党在高板头。我们全台湾大概有80几万户啊。那所以说啊，80到100万户。所以说啊，你们的政党的一个候选人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之前，难道都没有问你们一下吗？我跟他讲一个双北到底空屋都有偌济，恁两个讲出来数据差几户，你知不知？差10万。恁两个讲出来数据差10万，到底是你行政机关讲的算数呢，还是你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所提出来的是算数啊？跟他这个数据你们就都不懂哦。所以啊，我今天啊看的。市长，你的报告以后啊，我反而啊会觉得说啊，很多的一个政策啊，早该未雨绸缪。但是呢，我们几乎都是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
大家来提出重大的一个政策的变革跟主张。啊，搞不要，我讲了变荷兰的呀。你现在跟我讲的是十万户呢？你朱立伦跟你讲大台北空屋是29万户呢，一个跟你讲29万户可以转换成社会住宅呢。那我给你，如果给你下一个，依照你的答询，我就可以跟你下一个结论呢、啊。你朱立伦，你跟连空屋大台北去地区规划都唔知呀，差十万户。那个书记哦，书记，是恁处长讲的对啊？朱立伦讲的对。这个当然有，我也跟那个委员报告啊，可能计算也这个基准也蛮重的。不不，他妈查下这计算呐、啊，你查下这朱立伦讲台湾低度使用住宅80多万户啦，光大台北地区的空屋29万户啦，啊，你今晚刚刚恁处长还讲19万户呢？以我们，你这个多恐怖，你知道吗？处长。差这个十万户是足恐怖呢！恁两个计算的基准，空屋的空屋，要不要修正啊？对，这个就是基，刚刚我们书上讲基准不一样嘛。你现在有先盖好的以及低度使用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低度使用的。但是朱立伦这个候选人，朱立伦跟你讲说空屋，他没有跟我讲，我是看他的这个所做出来的这个朱立伦告诉社会大众啊，说。大致上这些空屋全台湾大概也就是80几万户，其实是80万到120万都有人这样估了。我们是说大概80万以上，双北希望能够释出6到7万。现在的第一度使用的这个住宅啊，如果真的是释出的话，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弱势的，他大概也是租不起。所以也是要看地点，所以他是说希望有6到7万户能够释出。所以啊，出地方。您跟朱立伦无盖好啦，您整个执政团队盖无盖好啦，你那点受益啊都不容。你刚帮他辩护的啊，你帮他在解释的啊，你怎么圆怎么圆都怎么样都兜不起来啊。这个在谈的就是一个一般弱势也好，或者青年人也好，现在最流行的叫居住正义嘛，对不对？建户到底有能力不？就困难。政府也许有心，但政策不对。其实我观测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说，除了各个政党在针对整个目前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住宅政策提出它的一个变革，跟对满足社会的需求以外啊，我要来警告书长的是讲，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有人没钱。但是有人的没钱的，我大部分是买不起，有可能是没钱。另外一款是。被炒作，这几年房价就狂飙了。除了我们本地的资金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入资啊。所以，处长，咱有法度在你的认知，我们所掌握的，今年呢，譬如讲去年安尼就好啊，今年啊，入资投入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有偌济钱？数量到底有偌济？咱有出估过无？近期都有在我们内政部的网站有公告，我们地界师今天有同仁在啊，他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数字。我来专委来，你有数字吗？嗯、我会听话，您就要掌握这是真啊假啦。你把那个数字说明一下。你再回答的话吧，跟。数字还没带过来，但是再提供给委员，数字会提供给委员，但我们在内政部地政师网站上都有公布，大约金额。您做专业的，你袂当敢记基本数字都没有啊？大约的金额，我袂该教，我袂该你骂、啊。我总要知道啊。其实次长你也该稍微有一个掌握啊。为什么要必须要掌握？我们的这个机制啊，其实啊，定期啊都会对外公布。看起来啊，大家所讲的哈、啊，其实啊都。比较是说坊间这样传说这个是入资，但是你整个程序去把它这个检查起来，看起来啊都是循我们所规定的，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啊是要以登记才能够有它的这个权利才会发生，所以这些一定是要我们本国人。那至于说大陆人民来这边投资啊，它有很多的限制，按照那些限制的话，我知道你在讲的，那叫做53条款、啊。不是，啊，我未够讲对一行。不，它是有在这个面积以及户数啊都有限制。都有限制啊，543是大家简称农地543呐、啊，是啊，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啊，
其实我这边也掌握到你们的所谓的啊，十一年来开放入资来购屋的，看起来户数好像不是很多，啊，金额好像也不到20亿，是你相信这个数字吗？这个是寻所有的这个机制所检讨出来的，应该是一个不会太离谱的数字。其实市长有一个问题最严重，我希望你们要有点担当。现在大家在整个住宅政策里面，大家在竞逐不是坏事，但问题是说，你总不可能现在要角逐大位的总统候选人，每一个人提出他的一个住宅政策，但是现在的执政团队开了一个后门。你像比如说我刚提到的，你整个房价为什么会高，土地为什么会高，炒作。那炒作来除了本土的资金以外，来自境外的一个资金，尤其是入资，我们感到最可怕。会不会啊说啊，我们现在在明年政党轮替之前，我们的内政部你会不会去松绑入资来台买房地产？这个我最担心。不会。确定不会哦。是。你不要一边在这里，大家在这里好，咱来抑制炒作，我还要提供更多的社会住宅。那结果在这一段空窗期里面，我们的整个政府现在却去把它整个入资来台买房地产的部分，你把它做一个松绑。我希望啊，这一点呢、啊，朱弟你们一定要严格把关呐、啊。是，尤其是在很有可能在即将卸任或者政党轮替这个时候，你们的看守团队任何的轻举妄动啊，这个都会变成历史的罪人哦，会不会算账哦？记得输定哦，输定哦，这个都要严格了，好不好？是，也不是说怕谁正把你们这把这个执政团队正轮把它轮替掉啊，重点是说那个地方该把关的地方跟现行的政策有所违背的地方，你就是要严格的来坚守，好不好？是，现行的政策就是要严格把关。好，没问题的，书记你马不稳得吗？是，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李俊毅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啊，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陈次长。请陈次长，我们第二次上来就不用行李了，谢谢。喂，你好。啊，次长早哈。次长，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租赁市场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必讨论太多合一住宅、社会住宅，这个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哈。我先请教次长哈。内政部对于这个租赁市场，其实这个是你们的主管业务嘛，对不对？那你们是不是也曾经在102年啊制定了一个所谓的租赁发展政策草案？有没有这个东西？102年，103年，103年9月，你们向行政院提出一个租赁发展政策草案，有没有这个部分？租赁长城的个案计划。个案计划嘛，对不对？那行政院交代你们是这个是住宅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嘛，没有错。要列入整个住宅。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看你们这个政策到底实不实在，这个政策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好不好？这个是本来你们相关部会、主管部会就应该做的。我先请教哈次长，就你们现在的掌握了解。租赁市场里面，整个台湾大概需求有多少？你说租赁的，我需要租房子的，我大概有多少？这个我是不是请我们啊？没关系，来，该上来都上来。我没有。来来来，需求有多少？那现在实际租出去的房子有多少？数字吗？报告一下。好，依照我们。跟那个立委报告哈，依照我们的这个统计的数字哈，大概房屋自有率大概85%-87%了，所以大概15%-13%。没有，署长跟次长哈，我们回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全部都要租房子。我们要先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租房子？好，我们为什么要租房子？就是房子不是我的嘛，
哦，我也许是工作的需求，也许是我财力的困扰，所以我需要租房子嘛。那你们要有一个租赁政策，你是不是应该先掌握说，哎，全国大概需求有多少，然后现在有多少在市场上，然后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你们的掌握状况是怎么样？正确的比例哈，将近啊，这个我们总户数哈，800万户的总户数大概是8.41%，8.41%，大概是这样。那呢，算起来是差不多多少？差不多六七十万户。六七十万户嘛，你们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数字吗？是。正确的数字吗？对，目前大概我们统计的。那平均好像平均啦、啊、如果平均是64万户、现在是租出去的，那你们总有一个统计，64万户的租金大概平均大概多少？目前大概我们认为哈，全国大概是中南部比较低啦，大概是5-6千起跳啦。那到台北当然有，如果它金额就比较高嘛，左右来。市长，其实我要问这个最主要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政策到底是提出来作文比赛，还是政策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到底有掌握多少，然后内政部用什么方式去掌握说到底在租赁市场上有多少房屋？那内政部其实你们有成立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租赁网，对不对？有没有？租赁网什么时候成立的？租赁网什么时候成立的？101年。不是啦，你们年终这都说不对。我们那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那是不动产资讯的这个网站是102年成立的啦。102年到现在几年了？孟姐来，2年多嘛。那总共透过你们这个网络租赁出去的房子有几户？有几户？有这样的数字吗？21户啦，这主料拢恁同我挨啦。2年做21户，我随便一个租屋网都比你们一个小时卖出去的、租出去的都可能比你们多。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市长，我现在要开始谈问题了。租赁市场到底有多少需求，你们不清楚。租赁市场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你们不清楚。你们做了一个租赁网，然后透过你们租赁的只有21户，2年半，21户，然后还有这个租赁网只针对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做啊，我介意的无啊，我介意的无啊。所以你这样，问题来了，现在你这样，你怎么样掌握全部的市场？你怎么样提供需求服务？然后你怎么去改变政策？来，我们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你们说所谓的租赁发展政策，你们提出了8大要项嘛，对不对？好，8大要项，第一个就是保障租赁市场，提供消费者，然后你们要充实、确切掌握住宅租赁市场的交易的品质跟数量。那我问你数量，你就不知道了。来，第二个，租赁权利的保障，这个市长刚刚也有报告嘛，对不对？好，那你们现在权利保障保障什么？你们有没有因此修改了什么样的法令？有没有？现在其实你们还留在什么层次，你们知道吗？你们到现在还在改契约书了，还在改规格化的契约书了，没对吧？啊，做两档呢，两档半，这契约书还没改好。来，第三项，来，明定承租住宅无歧视法令，然后你们要去修改这个有歧视的法令啊，歧视的法令，你们到底哪些东西有修改过？你把公来听者，来，市长。把署长，你也先行落去，别紧。我这拢政策的问题，我问处长了。来，市长，啊，你们要严厉说不要歧视，不要有歧视的法令。那你们改了哪些法令？我们改了哪些法令？是在数量方面，以及包括这个你们到现在一条法令都没改。我们有增加一条法令都没改了，现在还有充满了年纪大的去租屋被歧视，还有单亲的被歧视。外配的被歧视，你们什么法令都没改啊？来，再来，哦，运用租屋服务的模式，整合非营利组织及租赁服务管理上下游业创新模式，协助中低户中低收入户家庭租屋的相关服务。来，你们整合了哪些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这个指的是你们整合了哪些非营利组织？这个就是我们委员刚刚讲的这个租屋平台啦，就是它有 NGO 的进来，21户啦，应该是35户，21户啦，其实是不多啦，35户很了不起哦、喔，没有，做2年半的35户很了不起哦、喔，来过来，当然我们那个原因我们在报告里面我们有讲，
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协助弱势家庭提供租金补贴。来，我请教你哈，来，你们结合了哪些社会福利资源？我们现在是整合整体的这个可以住宅补贴的，所以包括你知不知道你们去年的住宅补贴的金额还少掉？你知不知道？104年了。你们在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还特别把这一件提出来，说为什么住宅补贴越来越少？有没有这回事？来过来过来，我给大家讲讲。来，增加公益人出租，增加公益出租人提供住宅之来源，以支援弱势租赁服务机制作业。你们这个做了哪些？这个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他的希望他的现在就是已经做了哪些了？已经做了哪些了？这个降低他的自用住宅的这个税率到 1.2， 在。他的租金的部分要免所得税啊，这个成功了没有？要修法，成功了没有？还没有嘛，还在院里嘛，对不对？是。好，来，最后一个哈，公益出租人房屋税维持较低水准或减免所得税吧，这就是你刚才提的嘛。你们今天给我们的报告，你们洋洋洒洒列了这个所谓的租赁政策，你们行政院交代你们把这个租赁发展政策放在你们的住宅政策里面，洋洋洒洒的提出八大项，你们做了几项？你们做了几项？啊，市长，问题在这里嘛？问题在这里嘛？就说我们的住宅政策，我到底要怎么规划？那住宅政策，我要第一个，我要先了解什么？国内的住宅需求现在到底是多少？然后我到底要合一住宅好，还是社会住宅好？然后现在提出来数字都欠在公共的了嘛？朱立伦讲什么？朱立伦当新北市长的时候，2010年他讲他要提供184000户啊，结果现在盖了几户，你知道吗？盖了几户？盖了11户啦。然后内政部来了，内政部你们是主管单位，朱立伦我们就不管了，反正他也做不好，也做不满，他也当不上总统了。我在这里明白的讲，他也当不上总统，所以都给供了。问题是你们内政部是主管业务单位，那你们洋洋洒洒列出八大项是你们内政部要做的，我刚刚请教一样一样请教，但是你们做了哪些？你们做了哪些嘛？也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嘛。这就是主席今天安排这个在住宅政策里面的租赁市场的部分，内政部到底做了哪些努力，还有哪些是没办法做到，或是需要立法院帮忙的，哪里嘛？啊，您北行不一行做个搞嘛？这怎么办啊，市长？这个其实是在住宅政策里面哦，这是一个政策。现在这些其实我们都靠着不同的方式啊，在落实了。就像刚刚讲的租屋平台哦，其实也是现在都是在试办的计划，所以也在深刻的检讨为什么没有办法。所以以后就会有了，以后问题克服就当然是急速成长。我想当然就是要把那个如果因为现在民众的习惯，我如果要租房子，我一定透过租网，不会透过你们内政部。是为什么不会透过你们内政部？因为你们提供的资讯，第一个没有比人家好嘛，第二个你们提供的服务也没有人家好嘛。那现在问题在哪里？你们是主管单位，其实你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们最应该做的是去保障相对的弱势，这个才是真正要做的。那其实你们剩下就两件事情，一件是修改法令嘛，对不对？反歧视条款嘛。那第二项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公益的出租，那可以税捐减免嘛。那现在一大堆弱势团体在租房子都还做不到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根本用错方向。是不是市长？你们用错方向，而且现在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们现在各部会啦，包括你们内政部啊，都帮你蛋啦，反正被都打呀嘛，反正看守心态嘛。所以洋洋洒洒列了八项啊，结果没有一样是做到，没有一样现在在做啊。委员，您我只问一个，来市长，我只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啦。你们每年如何掌握现在到底有多少租赁市场，它的数量到底你们如何掌握？如果掌握来书定来立马打书定到上纲的。好，我们现在大概政策是这样，就是刚才说整个需求把它弄出来，然后整个供给呢，我们是锁定1到3万。你们怎么做啦？怎么做啦？现在怎么做啦？这些租赁市场到底数量是多少？你们总要一个掌握吧。就是刚刚委员所关心的这哈、行政院核定这八大的、其实你们最后一次做统计是在102年了。你们最后一次做统计是在102年，而且102年还是透过不动产这个不动产服务经营概况的调查报告嘛？你们有的是这个嘛？而且是透过不动产
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然后提供你们这份资料。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内政部作为一个主管住宅政策的业务单位，结果内政部没有办法掌握住宅政策里面其中租赁市场到底有多少数字，那怎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补强，我们需要提供给民众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解决，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市长，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知道。啊，问题要怎么解决？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因为我们牵涉到我们这个租金报税的问题，所以变成了大家都只透过民间的，就不愿意透过公家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想办法来。市长，这就是我要提醒你的。是。你们作为主管单位，你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保障大家有相等的权利，所以你们最应该做的只有法令而已，你们没有必要去做租屋平台嘛？租屋平台大家都做的比你们好，是不是？你们两年半做35户，这数字没看清嘛？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反歧视法令，这个你们主管单位，你们才有这样的权限把这个做下来。然后现在的问题真正出在哪里？如果是我们的户数不足，有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户数？那如果是偏远地区跟都会地区又不一样，我们怎么解决？你们要有一个想法，不是说下下来说我都有下到，我都坑了啊，这个就是标准的什么？标准的看守内阁的心态嘛。啊，反正这边都打呀嘛，不要紧嘛。你们做了2年多，结果你们写出来的东西答案是零、欸，答案是零、欸，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问题嘞、欸。哦，那我检讨起来，我看也是安尼啊，跟恁部长有关的啊，恁部长。九年跟几把阿德，阿德做完这个确实有它的复杂性啊。委员的建议我通常我当然了解嘛，就是复杂度很高嘛，所以做你们业务都主管单位该做的事情嘛。你们这个都没有在做，做一大堆写一大堆啊，有效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嘛。现在的部会都出在干嘛？每个人都在作文比赛嘛，每个人都在作文比赛嘛。啊、作文比赛完呢，没有一样有做到哦。啊，这个也不是你们业务主管单位该做的。来，次长，我最后问一个问题。那请问你，内政部以后怎么样掌握租赁市场的需求到底是多少？怎么样掌握？按照目前哈，其实确实是整个用你嘛唔知嘛，就推估的，你嘛唔知嘛。所以这个好，第二个问题，最后第二个问题。那请问这个相关的反歧视法律，你什么时候要解决？我看留在明年520，我们执政以后再说了。谢谢。好，接下来请陈怡杰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有请内政部次长。好，请陈次长。跟财政部的，今天是副署长，有来吗？副税署。副税署的。是副署长。陈委员好，次长早哦。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听下来，似乎大家认为你们已经做了2年，但是对这样子2年来你们所研拟的政策似乎不是这么的满意。那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面临到很多很困难的一些问题嘛。那我想请教你，那你对于你们这2年来自己对自己做的这个政策绩效，你们自己满不满意？当然也是不满意的啊，因为有很多检讨起来的这个那个关键啊，我们现在其实真的还是要再更进一步的去把它突破才会有比较好的这个绩效出来。所以你们也认为你们对你们自己的绩效其实是不满意的，所以你们也甘愿被人家说你们是看守内阁喽？我想我刚刚没有这样讲，是说我们是看守内阁，我们是说面对的这个困难。我们还是要再更努力。那这个刚刚也有讲过，说有的是属于我们技术上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属于这个租税方面的这个问题。今天您刚刚也是要请这个财政部的长官，所以如果你认为你们是还有努力的空间，你们也不愿意被大家认定你们就是看守内阁，那刚刚你就要相对把你自己的guts 表现出来啊，好像一副你自己就默认是自己是看守内阁一样，这个我真的觉得也替你感到很遗憾哦。那因为今天讨论，我想跟你一下，大家最近都在讨论就是住宅政策的大 PK 的部分，那其实也聚焦在社会住宅跟青年，就是社会住宅跟青年住宅这个部分。那三组候选人的住宅政策，你应该都了解吧？我
大概其中两组比较清楚，好像送候选人啊。我好像没有看到，或者是说我可能那这样子，你就是代表你没有认真，没有认真在研究嘛，没有认真关心时事嘛。苹果的新闻，你还好意思跟我说送的你没有在研究？哇，这个话你也是。那来啊，我讲给你听了哈。对于宋楚瑜的商务室管理青年公寓，保留部分租金作为未来购物基金。包括说未来有可能用房灾型都更的这个想法扩大青年住宅的延伸等等，新建活化校地，这个还要我念给你听？我这一份新闻我送给你，你回去好好的读一下，不要跟我讲说送的还没有讲。不是，我确实没有 follow 到这个。我们的政策在一个礼拜前就上 Google 的网站了，我们的 FB 也有，你这样是歧视就对了。我想不是啊。对啊，这什么还跟我讲说送这个，真的令人家很匪夷所思哎。所以好不好？这新闻来提提登起，叫他奶奶登起去看看。太不尊重了嘛！来，接下来我要问你，现在台湾一年住宅租屋市场是有多少万户？一户一年用？是用多少元在计算？是有多少的规模？这是研究政策啊！来，我请教你，台湾一年住宅的租屋市场有几万户？我们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大概8%的话，800万户吧，大概60几万户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统计有来报名需要这个租金补贴的大概就是5万户左右。多少？租金补贴的需要有来报名需要租金补贴。我讲的不是说去跟你报名租金补贴的，我指的是台湾一年的住宅租屋市场。你做这个政策，你连到底这租屋市场一年有几万户你不知道？刚刚讲说最高的需求会到60几万户。台湾一年的住宅租屋市场有100多万户。那是空屋。这一样啊，你这个大数据是要一起做数据样本研究的啊。因为你今天要谈的是一个租赁的一个专法，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母体样品数，你怎么会说这个是指空屋？所以我刚刚问的啊，总共住宅租屋的市场是有多少户啊？如果平均一户一年10万元去计算，就有1000亿元的规模。那我想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财政部的代表，根据报税的资料，台湾目前有申报租屋所得的房东有多少人？委员好，抱歉，那个手边没有带这个资料。那这好笑了，你们连这种资料都没准备，那财政部今天来干什么？来讨论这个政策干什么？问次长一年有多少户？答不出来，问财政部到底是报税的资料目前有申报租屋的房东有多少人？你答不出来。那在开什么会讨论什么？财政部回去了啦。那来，我再请教一下，内政部是住宅政策主管机关，目前台湾出租住宅大概有几户？你不要跟我讲说跟你补贴的那5万户，就说我换个话说了，多少人是租房子的？我们有这个数字吗？多少？你们今天来研拟这个政策，问你是？报税的真的房东有多少人？财政部答不出来。我问你说，到底一年我们房子台湾出租的住宅大概有几户？几户？内政部的市长答不出来，可笑嘛？跟那个委员报告哈，租房子刚才我们市长已经说明清楚，这个103年的主计总处的这个家庭收支调查报告，就刚才就说的租房子，明显在租房子的哈。这足迹总数调查就是8.41%，所以说差不多六七十万户，所以空屋30几万户嘛。空屋如果是在我们营建署的历年这样调查，我们大概是将近80万户。但是这种我刚跟这个统计也有一些人把这个新盖成的这种这个新建成的房屋都把它当作空屋的话，那就可能会超过100万。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啦？因为这样子看1000亿元的这规模，这个市场几乎是课税的漏洞啊。然后呢，很多人也认为政府根本就没有作为啊，所以我就尽量吞啊。
我当包租公包租婆就很划得来，我不用缴税给政府，反正我就投期买了，我房子囤在那里。对，所以你要严厉这样子一个，你要推动这样一个专法，你连这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努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我不知道这样呢，是因为台湾申报比例这么低，问题是出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房东很喜欢逃漏税，还是大家真的吃定国税局说没本事查？这就怀疑你们的政府的作为吗？对，所以部长，次长，你今天如果要谈租屋的品质，其实说真的，我认为今天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市场。你承不承认？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市场吗？我第一个，我今天问你，你也没有足够的资料。那我请问你，这一些最基本的资料你都没有，你要怎么管理？怎么改善？而且这个问题我们本席已经质询过好几次了，还不是第一次，是不是？你是不是承认你们没办法掌握嘛？确实有它的难度了。你就承认你没办法掌握嘛？你就是没有掌握，确实掌握嘛？承不承认嘛？空屋大概可以掌握，那至于说有多少人，或者是多少是房东的这个部分，我们确实这个你们都要横向一起去了解、去掌握，你才有办法订真的你所谓的一个严厉、一个真的是全方位的政策出来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内政部前提出一份房屋租任定型化契约草案。对，那上个月呢，在内政部业务报告，我有咨询过部长，希望你们在跟消保处讨论的时候，能够检讨一下适用的范围，因为你们草案只规范企业经营者，那不管个人房东，真正能够纳入管理的，我们认为不到一成。那请问你们目前进度如何？我们有这个部分有放进去吗？不是，这个部分有放进去吗？个人有没有嘛？个人这个部分，个人的部分还是要个案来认定啊，是不是？他是以，所以我现在请问你嘛，什么叫做租任为业的个人呢？所以这个就是委员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认为还是要个案来认定的啊。如果是以租为业的这个比较好认定，那如果是个人他只是有很多房间，或者是说把他一个公寓隔成很多房间，这个可能要变成是要以租为业的个人的话，那简易来问，我问你，包租公算不算？包租公、包租婆算不算？对，就是在这里面要再去认定的这个部分了。那要其实就是包租公的这个部分。那好，那你认定包租公公司来。所以还要再认定，那要出租几间房子才算？这个要在里面同意，是不是还要再？所以今天都是空谈嘛？不，这个当然是一个起步把它看成是这个定型化的契约，所以要开始来管制。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希望就是说这个要个案认定的这个部分也能够进一步来。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了解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所谓的租任为业的个人这个定义可以定义清楚？都没准备啊，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啊！这个，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定义清楚嘛？这个部分因为刚刚消保处有讲说，他们今年十二月中的时候要开会来审议这个规定。那这个如果通过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就这个重复性的这个出租行为也就是等于牵涉到个人的部分那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定义，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各个单位包括财税单位也要一起。所以你们不是只有作文比赛，你们也是在演讲比赛啊！讲来讲去，我听下来不知道是我听不懂你讲的，还是你听不懂我讲的，你答案就是没有出来嘛。我问你，什么时候针对所谓的租任为业的个人，你可以认定清楚，就这么简单啊？对，我是你就给我一个时间点嘛。这个部分要到明年以后我们会来。所以明年以后是明年520以后，我不是这样讲，我们是刚才已经有讲说，今年如果十二月中这个能通过，好，那我问你，明年一月之前有没有办法？一月之前，一月十六投票，你至少一月之前吧。不要让人家说你们演讲比赛、作文比赛连看守内阁都不及格啊！十二月啊，但是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啊？有没有办法嘛？我们是希望是说，这个如果行政院通过这个以后，我们在一个月
到两个月之内把它做好。所以一月之前你要完成认定出来。那第二个，你刚刚谈到了，还要再针对消保处的这个部分再去做一个共同的沟通。那我问你，第二，地方政府的人力，我们不要讲能力啦，有没有办法查核啦？愿不愿意查核啦？这个我们当然要找地方政府一起来开会讨论。那至于是说你所谓查核，你认为有没有人查核？到底说，譬如说你现在已经认定清楚了哦，假设你十二月底出来认定所谓的个人行为盈利的个人租赁违约的个人行为是什么，你认定清楚之后，你总是要开始查核嘛？那你认为你们配合地方政府，你们有没有人力包括能力去全面查核？我想这个要定出它的这个重点跟优先顺序，这个如果要地方政府当然是一定要来配合做。所以你们对你们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连一个说你认为你有人力的一个勇气你都讲不出来。回归到我问你最基本的，你既然这样讲了，Lily Coco这么多，我问你啦，台北市不论是住家、雅房、套房，平均一坪要超过多少钱？这个你总有了吧？一坪要超过多少钱？新北市你现在去租一坪要租多少钱？一坪呢？我跟你讲啊，跟你讲政策，你都没数据、没能力、没办法。但我又问你回归到实际面嘛？台北市不论我不要说只有住家，住家、雅房、套房，平均一坪要多少钱？新北市一坪要多少钱？爱国最近啊，不是一户，一坪的租金是。哎呀，一坪租金呢、啊？为什么我还没问？我等一下有原因，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一户差不多，平均差不多，一坪。一坪。如果是我所知道的哈，因为弱势不可能住大坪数吧，学生不可能住大坪数吧，所以我问你，回归到一坪要多少钱嘛？个人认为是说800到1000左右，住家啦。如果办公大楼当然不止这个。住家800到1000，一坪1000。对。好，那。那个次长嘞，新北市嘞，新北市应该比这个低一点。低一点是多少啊？你这个政策是全国性的，我问你台北市你答800到1000，我问你新北市你就答不出来，那我再往南部一点问你，不是什么数据都没有。这个我们手上没有这个统计资料，我们所以很可笑嘛，可笑到极点嘛。为什么我今天为什么要问你这些？我想要强调是，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弱势也好，学生也好，其实这个你们都要去了解，因为他们一定是承租小坪数的，所以你要如何保障大学生也好，弱势他们这些承租的基本权益，这个是你们要去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学生，所以我非常的强调，就是未来你针对弱势也好，学生族也好，包括一些养老族、银发的一些真的没有子女可以照顾的这一些的租屋情况，你们要加以关切。对，当然不是，譬如说针对学生来说，不是只有内政部有责任，教育部可能也有相对的责任跟义务。所以未来你们在做这个政策的延展，到底要去做一个横向部会，要怎么样做一个协调？哦，包括譬如说生活机能的周遭范围也好，甚至你们要去找到底这些弱势族群大部分聚集在哪一些特别的一些区域，哦，对于特别区域的周边的一个租屋市场去做延伸规划，去了解，这才是租赁专法你要去持续努力的目标嘛。您讲的其实确实都是我们以后要做，所以刚刚讲的都是政策是一个希望一个目标了。那这些我们会把它优先的放在里面去。那这个确实是我们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同意这样做吧？是未来是对不对？譬如说弱势也好，学生也好，对不对？因为学生往到、就是、因为学校的分发的问题，可能会去不同的地方去租任，然后包括一些养老，你这个都要做整合性的整盘的规划嘛，好不好？是，真的，这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准备，然后接下来什么都没有想法，好不好？一切拜托了，不要说真的，还没到那个520之前，你们就真的好像打在趴在地上。好，这个陈委员要麻烦你。有请段盈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内政部陈次长
地政司代表，然后请法务部法律事务司郭专门委员。有请内政部次长，然后地政司专委。等一下，这个跟法务部司科长。法务部的这个科长，郭专门委员嘛。哦，郭专门。好，等一下我会请这个消保处哦。等一下了哈，消保处跟这个赋税署，赋税署王副署长，我会请跟你请教这个，你请坐，等一下再上，你仔细听，我会跟你请教这个所得税的问题哦，请你准备一下。好，我先请问这个法务部法律事务司的郭专门委员啊，我跟你请问这个眷村改建的问题了哈，眷村改建条例第24条啊。他定的是说，由主管机关配售之住宅啊，在这边当然指的是眷村改建的国宅了哈。除依法继承外，承购人自产权登记之日起未满5年，不得自行将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赠与或交换。我要跟您请教的问题，您听得清楚吧？哈。就是这个法律的意旨啊，他说这个配售户啊，你在产权，因为国防部把这个房子卖给我嘛，啊已经登记了，登记了之后5年之内啊，不得出售。这个所谓的不得出售，是指的我不能把这个房子卖掉，或者是我可以卖，但是不能登记。这个不得出售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说明一下？委员，请说。法务部代表说话，那发言。那所谓不得出售哈，因为我们既买卖，当然是买卖契约嘛，对不对？对。那重点买卖契约之后，出卖人有义务要将所有权移转给买受人。啊，这所谓不得出售，这个比较模糊。对对，不是我们。但是在我看起来，他应该是所有权的移转吧。他比较明确。对。他说你不可以卖。你不什么叫做卖呢？所以跟我卖跟我过户啊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对不对？对，我买卖之后，我才要去登记，对，对不对？双方把钱交款缴清了，或者是办好贷款，然后我去登记，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不得出买卖契约成立生效之后，那就是出卖人没有把所有钱，就是物权契约所有钱。让你给买受人的时候，那这个过程给债务部履行。那所以买卖契约啊，这个时候是成立生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所谓不得出，应该是所有权的移转吧，会比较会不会？可是这个法律的用语是说，不得自行将住宅及基地出售。对啊，这个出售就是比较一般的用语啊，你不可以去买卖嘛？对，你不可以去卖嘛？对，不可以去卖，跟你不可以去做移转登记。我觉得在阶段是不同的阶段，是不真的不同的阶段。好，那我要请教内政部哦。那么我们请这个地政司的代表要协助次长回答这个问题了哈。这个法务部代表请回啊。一般来说啊，这个眷村改建的我们叫做军宅啊的买卖，因为它5年了，它有5年的闭锁期，跟合一住宅一样，它不可以买卖啊。所以我要问内政部啊。就你们对合一住宅的规定，它是不可以买卖，还是可以买卖？然后呢，这个营建署署长也上来一下好了。你们对合一住宅的精神呢、啊？10年跟5年了、啊，它是不能买卖，还是你可以买卖？但是呢，你要5年、10年之后才可以登记。你能不能跟我说明？好，这个我跟段委员说明哈，绝对不能买卖，一抓到取消资格，就取消资格。对，好，那请回。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务部的代表，我要跟你说明啊，我们定这个为什么在合一住宅跟以前的国宅，跟这个眷村改建的国宅，为什么要定这个条款？是因为其实我们用比较低的价格提供给你，是要让你有住的地方，而不是为了要你让你牟利，所以里面赚取价差，所以你的解释是有问题的。这个地法的非常清楚，你不可以去买卖，而不是说你可以买卖。然后5年之后才可以登，那我定这个法律要干嘛？我为什么要让你5年之后才登记呢？我既然许可你买卖，你就登记就好啦。我
你这五年延缓五年去登记，我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你这个解释，对不起啊，你回去跟你们部长报告一下，说你来内政委员会做了这样解释，其实坦白讲啊，是很丢脸啊。因为我今天去定一个法律说你现在可以买卖，可是你要五年之后登记，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神经病吗？我立法院定这个法律，国防部把这个草案送过来，然后定这个规定，不是这样。就跟你讲说五年之内，希望五年或十年，包括合一住宅，都希望你在这段时间你就有能力去另外买房子，政府卖给你的或者是我们请建商盖的卖给你的房子比较便宜，那你可以把它卖掉，让你中间这几年的时间让你可以自己站起来另外去买房子。其实眷村改建也是这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把国家的土地我用国家花钱去卖给原眷户，那我怕你转手就卖掉了，所以我跟你讲说你五年之内不可以买卖，我至少要确保这个五年这段时间是你自己在用的，这个才是立法的意志。好，但是问题来了，我要跟市长啊跟地政司请教，我们现在发现眷村改建的国宅它五年不能买卖，可是买卖的状况很常见，那一般来说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规避这个五年呢？第一种方式是所有权信托给银行，然后由买卖双方啊公证契约，然后等到约定到期，就五年到了之后啊，办理移转。那有的时候五年，这五年之内，这个买方啊，他用这个租赁去住在那个房子里面，这个是逃避法律规定，钻一个漏洞啊，他就是把所有权信托给银行。那到时候银行再把这个所有权再还给卖方，然后他们再来做这个，因为他确保啊，你所有权信托给银行了，你自己不会私底下再去做买卖嘛，哈，不会再二卖啊，一屋二卖，一个权利二卖。但是内政部啊有一个这个函啊，内受中办字第09600433346函释，说这个是对于土地登记规则124条的函释，他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的，是可以去信托的，是可以去，这个叫自意信托。所以其实啊，内政部的函释是替这种非法买卖去开了一个门，去找了一个方便处理的方式。所以因为我五年之内不能买卖，那我去买了，我怎么确保我买方的权益？我就要信托给银行。结果呢，内政部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去让这个交易可以进行。第二种形态我们常常发现的是法拍，也就是我不要等到五年了，我跟你买，我跟你陈纯进先生，你是原来的配售户，买了这个房子，但是因为不能过户，可是我急着想要拥有这个房子，你说不定也急着要钱，那就用一个方式去建立一个假债权，就是我借一笔钱给你陈纯进，实际上是跟你买房子，好，假设是500万，那你时间到了，你还不了这个钱，这个房子就法拍，这个房子就拍。我借给你500万，实际上呢，我们去定的这个借据啊，是1200万，但是你实际上拿到500万，但是呢，你欠我1200万，所以去法拍之后呢，这个1200万就变成我的了，所以我也实质上拿到这笔钱。那根据这又是第二个钻漏洞的方式，可是呢状况又来了。2010年8月9号，这个内受中办字第09900475580号函释说，这种法拍的情况啊，地政机关自得进行涂销该禁止处分登记。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法拍，本来是要五年之后才可以移转。来，我跟地政司的代表请教，你们这个函释就让，如果是法拍，假设陈纯进的房子因为欠我钱，结果去法拍，法拍之后卖给了这个陈怡杰，不，这个陈怡杰拍到了，那这个五年之内他就可以，这个所有权就可以移转给陈怡杰啦，因为他去拍到啦。你们的解释是不是这样？我讲的有没有错？知道吗？再按一下。报告委员，那个部分是依照那个法院拍卖是依照强制执行法的规定，那依照那个。我现在引述的是你们的函释啊，你们对于登记能不能
涂销禁止处分登记，因为这个眷村改建它有五年禁止处分，所以根据你们这个函释就可以了，所以就又开了另外一个后门。所以呢，其实立法非常明确，但是呢，后门是一道一道的开。好，我坦白讲，内政部也没有去探究说眷村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24条，它为什么去定？你看你们署长站在这个地方大声说绝对不可以，如果一发现马上就要没收，就取消资格，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照顾弱势的用意本来在这个地方嘛，结果你现在开了一个后门又一个后门，让人家可以借由在他这个五年的闭锁期，因为他的价格一定低，因为他不能卖，所以他等于偷卖，他价格一定低，因为这样来赚钱，来赚取价差。我接下来要请这个赋税署的副署长王副署长，我要跟你请教，我们在明年啊，房地合一之后啊，之前啊，我们现在土地的买卖是不是免缴这个所得税，缴增值税嘛，对不对？对。好，处分这个土地的所得，不缴这个所得税，他缴增值税。好，但是有一种状况啊，不一样。譬如说预售屋，我要跟你请教预售屋的问题。预售屋它是权利的移转，对不对？好，我跟建商买了预售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红单了。好，我跟建商买了预售屋，还没有过户，我就把它卖掉了。那就你们的实物，这样要不要缴所得税？要，要缴所得税。也就是说，我交给建商的钱，好，然后我卖给人家，如果我卖给转手的价格比较高，然后我要扣掉，譬如说我转手可能有中介费，我也可能要缴土地增值税，要缴印花税，这就扣掉成本，扣掉我缴给建商的钱，这个获利就是我要去核课所得税的根据，对不对？是。那我刚才请问了，如果假设我们眷村改建的国宅，好，假设原来的配售户是陈纯进，然后我跟陈纯进买了，好，他可能我跟他买的价格是500万，他卖给我，然后呢，我还要五年之后才可以过户啊，五年还没有到，我就把这个权利，这是叫权利，对不对？就移转给了陈一杰，我又卖给他了。那以后五年到了，是陈一杰要陈纯进要把这个房子过户，房地过户给陈一杰，我在这里面没有名字。那我跟他买500万，我卖给他卖1000万，那我要不要缴税？我要不要缴税？这个权利的移转要不要缴税？这个叫做土地登记请求权，要不要缴税？要不要缴个人综合所得税？要不要申报？就是从这个从委员初步这样讲起来，我觉得以所得税的概念里面是要缴税的。这个你们赋税署已经解释过了，你不要讲的这样吞吞吐吐。赋税署解释过，各地国税局这几年也都解释过，这个叫做土地登记请求权的移转，如果有获利，扣掉成本，这个获利就是最后的这个我卖给陈一杰的，转给陈一杰，这个差价是要核课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再跟你请教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不申报呢，你们会知道吗？那这样就要透过加强查核，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如果我没有申报，被你们查到，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会有处罚？会有处罚，我必须要去补税，然后我可能要去受罚，受罚可能要受罚一倍，要受罚一倍半，要看我这个状况情节的轻重，对不对？是。那你知道我在问谁吗？你知道吗？好，谢谢，谢谢，请回，谢谢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质询。黄伟哲委员不在，我们请王玉明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我们陈市长？请陈市长。委员好。市长好。市长，我想今天内政委员会讨论这个有关于
整个居住正义的问题哦，特别是租任市场这个问题，我想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总统大选当中，两位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其实都针对住宅提出了他们的一些政见上面的看法。那当然，两者的看法呢，其实有一些差异性在哦。蔡英文总统候选人他主张是要用盖的，大量去新建这个社会住宅的方式。那朱立伦候选人呢，他提出来的是希望去消化现有的这一些空屋余屋，而且是去鼓励用这个租金补贴的方式，爱心房东的方式，来达到保障我们这一些弱势者他的这个住宅方面的需求。那我不晓得这个次长，就你们现行的推动的政策来讲，未来内政部是会以大量新建社会住宅的方式，还是你们希望透过租金补贴的方式来达到满足我们这一些弱势族群他们的这个租屋或者是住宅的需求？跟委员报告，内政部目前的这个政策是以这个住宅的补贴就是包括租金的补贴住宅补贴是范围稍微大一点，包括租金的补贴为我们这个目标这个政策里面的手段的一个大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也是配合的社会住宅的这个新建。那希望是说在十年内这个住宅补贴再加上这个社会住宅是34000户，然后其他的是三万四千户六万六千户加起来可以实质上是100000户，我们这个就是叫广义的社会住宅。两位候选人的部分明显的是蔡主席他是希望用盖社会住宅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政策里面是比较我们认为那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在十年大概是只有34000户。对，跟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想追问的就是说，因为我有看得出来候选人跟你们现在推动方向的落差，我其实很想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台北市柯文哲市长，他当时在他的政见里面他也觉得说他要大量去盖社会住宅，但是他上任不到一年他的政策就修正了。他说当时他不晓得他怎么梦到的，怎么敢开出这么大的一个支票，他觉得很困难。所以现在我要问你的就是说，为什么在你们内政部的估算这么的保守？事实上蔡英文主席他喊出是要200000户8年20万户你如果除以4年的话，事实上也要100000户。那你们会不会相对太保守？你们才34000户那长期以来这个都是你们内政部在主导的，为什么你们估的这么的保守，人家候选人可以开的支票这么的大张？那差异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会做不到？你们怎么34000户显得太小儿科了？这个要盖房子地还有地要钱，那不是有钱就可以有地，所以它必须要有合适的地点那这些地点的话，你地点生活机能越好的，那当然就是越贵。但是你越是偏乡或者是生活不方便的地方，那你盖了也不会有人去，所以这个地点那就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除了地点之外的话，就是你土地的钱跟房子的。但现在有人主张就是说土地的钱像蔡英文主席他主张就是说，还有柯文哲市长他都说应该就是你国有地无条件释出，反正呢我就少了购地的成本。那你们不能这样吗？我们现在还在执政，不能说国有地你就是无条件释出就是让我不用花一毛钱，国有地通让我来盖，可不可以？这个实务上不是像这样讲的是那么容易。会遇到什么困难？会遇到说这些土地有的是公有的跟私有的一起的你要去解决，有些是有占用的这些都要解决有些是你还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你如果是合适的话，那这些都有很多的这个程序的那另外就是你盖的这个部分你所到最后完成以后你所要达到的那个政策目标，也就是使得他的房租比别人节省大概
两折到三折啊，那这个两折到三折，其实也就是我们用租金补贴啊，去补贴那些你可以让他到啊选到合适的这个房子啊，他就可以去租的。所以那个效果比较起来的话，你要花这么大的心血啊，才达到相同的效果，倒不如啊是用比较有弹性的这个租金。所以次长，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是用大量新建的模式，第一个你可能需要土地的成本，即使他们现在宣称说土地成本可以由国家完全吸收，但是地它其实产权非常复杂，也不是这样子想就一定做得到。另外一个是新建的成本其实也非常的高，但是重点是你后面讲的，一旦新建完成之后，因为它所在的地段跟新建成本换算下来的房租，你政府还是一样要再补贴两三成。所以为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选择说现有的爱心房东，或者是就直接租金补贴去让他们自行找房子，马上就解决了。你盖了半天，盖起来之后还是要再租金补贴，所以等于再多额外花了很大一笔钱，可能是在新建跟土地购得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它很耗时，对不对？等到你盖好之后，事实上可能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在很弱势的民众来讲，如果你要解决他的燃眉之急，事实上大量的租金补贴是马上立即就可以去让他们去租到房子，马上就可以稳定下来，是不是这样子？是。好，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在政策上面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让爱心房东真的站得出来。因为现在你们其实有针对这个爱心房东有一些的奖励计划，但是坦白讲，这样的奖励计划跟力道够不够，效果怎么样？你自己要不要比较客观的评估一下你现在？客观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有更有效果哈。那这个效果，我们现在只能够说，爱心房东的话，在政府补贴的这个租金呐、给这些需要的人，他去租房子，那这个房东只能够就这个部分呐、能够免所得税。那你们现在全年是48000，对不对？你们定出来的给这个房东的，我这个金额没有错，就是你们的这个给房东的免税优惠，5000就60000。那是看你按照实际金额，他给的越多，折的越多。因为不同的县市啊，它的那个补助的金额会不一样。像北部的话会稍微高一点，中南部会稍微低一点。但是你就实际上补助的部分是可以免所得税。但是一个房东往往譬如说我们补助5000块。他真正租了房子可能需要8000块或10000块啊，那为了这个部分，他必须要去揭露说他是一个房东。所以如果能够更具体或更确实一点，就是说是不是爱心房东我就能够让他所有的都能够免所得税，这个是我们考量。第二个是不是还可以是说因为一些房东有的都是他会是这个我们的包租公他因为这样他可能其他的他的这个租屋的这个行为都会暴露，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克服。不过第一步的话，我们希望说，我觉得次长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方法优先可以考量去做，就是说由内政部来认证，有一些你申请你成为爱心房东，一旦成为爱心房东，你有相对付出的权利，但是我给你的优惠是更大的。我觉得如果能先从这一步开始做，或许会有一些人他真的觉得，既然政府要给我这么大的优惠，而且呢他有一个美名，他是爱心房东，他是愿意给这些弱势者更多照顾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的转变，而且鼓励我们社会大众来支持爱心房东他如果标榜他是爱心房东，大家会给他掌声包委员，我们在5月8号的时候已经有公告，就是公益出租人申请的作业要点，所以其实是希望能够再鼓励更多人出来。对，不过这一部分的宣导好像比较少一点，我在大众媒体也很少看到。那个法在要修住宅法也还没有完全通过，所以还没办法实施嘛。是希望对。好，这一部分我想这个我们内政委员会这边也加油，希望这个可以尽快通过，然后把社会的风气带动起来。我们社会欢迎更多的爱心房东的加入，我们支持他，我们支持爱心房东，让爱心房东来支持照顾我们的弱势朋友，好不好？是，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李桂明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
主席，我们麻烦请次长，还有我们麻烦请这个财政部只有赋税署到，是吧？好，那我们请赋税署，对，副署长。委员你好，次长好。次长，你赞同我这个就是家呀、啊？有没有一个安定的家？哈，不管是租的还是是买的，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减轻我们很多的社会问题。是啊，次长您同意？好，您也同意，就是所谓这个租居住的这个正义啊，它其实并不是单选题。好，它可以是复选题。我们从以前听到了这个青年住宅、合一住宅、社会住宅、公民住宅等等的。次长，您认为这个老百姓有多少懂得它之间的差异性？客观来讲，大家只是希望说，如果租的话，比较便宜。但是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希望说啊，他用租金来。当做这个分期付款了、啊，然后来买房子啊，能够赚取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差价。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住宅政策应该比较偏向，也是说那些比较中低收入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刚刚委员讲的，其实是一个选择题，也就是说你要提供不同的选择，让他能够有一个适合他的居住的。这个条件的。好，次长，待会我们再来提哦，因为我怕时间会不够。但是呢，据本席的了解啊，其实一般的民众，因为现在的住宅政策啊，喊出来的口号太多了，又是国民住宅，又是青年住宅，又是合一住宅，又是公民住宅，又是社会住宅，好像每一个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换一个名字因为不换一个名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彰显。哪个是他提出来的啊？但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接续刚才王玉敏王委员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8年20万户啊，钱在哪里？钱从哪里来？哈、啊，那个土地从哪里来？次长您同意就是说，基本上面来讲，会有没有办法承租的部分，比较在于都会区嘛，是不是？现在统计起来是，其实是都会区是比较严重的。对，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的空屋率现在全台湾，我拿到的资料了哈，我如果错的话，次长再纠正我一下。空屋率是 19% 多，相当于1/5有这个空屋率啊。那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充分的运用这些空屋，而是说我们不管这个空屋，然后我们要继续8年盖20万户，然后只有考虑到有土地的地方，不考虑到需求端。因为今天我们要解决问题，应该从需求者的角度来讲。刚刚次长您才提到说，真正的需求的部分会是在都会区，尤其是这个大台北地区以及这个桃园地区这些的地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土地不是在这些的地区，是在别的地区，就算你今天能够8年盖20万户，也就算你今天钱拿得出来哈，就算你钱，我那个待会那个财政部再补充一下，就算你钱拿得出来，那这个有解决掉我们的居住问题吗，次长？在我问问题的前提之下，好，因为这个你这个社会的这个政策，住宅政策它太范围太大了，但我只有8分钟啊，所以在我刚前提之下，我刚问的问题。你今天不是从需求者端来看的时候，如果已经在空屋率高达1/5的情况之下，你今天这样做有解决问题吗？8年20万户有解决问题吗，次长？对于整个国家的这个资源利用是有点不是非常的这个经济。那根据我们这从1996年开始有这些住宅政策的经验来看的话实际上。隐藏性的表达需求的跟实际上出来说他需要的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所以我们才会也是说这个盖住宅是一部分，那用租金补贴的话是更大的部分了。对，简单来讲就是我还没有问到你细节了，可是我看你有点回避这个问题哦，因为不要担心，因为政策嘛，政务次长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对政策负责就好了。如果你的
20万户不是盖在所需要的地方，这个都是假设的前提，有没有解决这个老百姓的租屋的需求，有还是没有？要看需求在哪里。对，我是说，如果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民众的需求是在大都会区嘛，啊，如果你不是依照的民众的需求去盖房子，而是为要履行你的8年20万户，有没有解决民众的需求？有还是没有？没有针对需求的盖房子，当然是当然没有解决。好，很好，总算绕了半天，你回答我的问题。好，我们有两个方面，你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个方面呢，是对于就是说想要拥有房子的人，好，我们让他有可以买的机会，而且他买的机会呢是用他租金的钱去买，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公民住宅租买的概念啊。但我们今天不提这个，我们提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青年、对于弱势朋友的要求，最起码你今天他拥有不起一个房子，你要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可以遮风避雨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个社会住宅的概念啊，也是刚才次长你很含蓄的这个表达了啊。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呢，因为你的补助的方面，你的金额的支出肯定比你今天再去盖，你今天如果用鼓励、用租税的方式补贴或给予奖励，让这些空屋愿意释出的话，你的成本事实上是比你另外去盖新屋的成本低。这个概念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目前的想法是比较一致的。好，所以简单来讲，你如果去算金额的话，会不会是如果你用补贴的方式去算的话，然后还有你去盖，现在民进党的政策去盖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去补贴的金额呢，是可能差不多是类似像民进党要盖的这个金额的，像是他的利息支出而已，是不是？你不没有把握，没关系，赋税组来就请教一下。副署长，您住台北市吧？是。您住台北市，您知道科批的政策？您不知道。好，那我跟你报告一下啊，台北市民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科批讲啊，科批在他编的这个住宅部分，他编了5000亿啊，他编了5000亿。那我去请教过很多人，他们都认为这个数字不实际了哈。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直接用科批的数字来看的话，他一户啊盖的一户呢就要500万。他要500万，那您算一下啊，您算一下，如果你现在要20万户的话，他要多少钱？一兆。署长，你数字应该比我好，我是学法律，通常法律是因为数字不太好才去念法律的，是不是一兆？署长，是。好，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经费吗？有还是没有啊？这应该是很快的一个问题，还是您不能回答？没关系，不能回答，财政部事后回答。好，好，没问题。好，那我时间关系，我最后问一下次长，我们今天希望啊，鼓励那个房东他愿意把这个房屋租给弱势团体。可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房东呢，他不是国家的行政单位啊。你虽然给了他这样诱因，可是他还是要考虑到，如果他给这个弱势的团体之后，你政府又是只有补助一点点哦。那到时候他付不出租金出来，他怎么办？所以房东会不会单纯的因为你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愿意给弱势还是愿意给青年？因为时间到了，我这个会籍也当招委，所以我知道我都希望尊重别人能够这个尊重时间，所以我自己还是要以身作则，即便不是在经济委员会。那可不可以拜托那个次长在会后也让我知道一下有多务实，这个能够让房东发挥这个爱心，让他愿意把房屋这么多的空屋率，1/5的空屋率，把它出来给我们的年轻朋友，给我们弱势朋友。我们把公益出租人的申请作业要点以及刚刚讲的相关的配套措施再跟委员。好，再拜托一下，但是要很务实哦，不是只有从行政单位的角度想，你要从出租人的角度想，好不好？再拜托，谢谢。是。好，请内政部把这个李桂明委员这个要的资料能够提供。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李坤泽委员，李坤泽委员，李坤泽委员不在。
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不在。杨应雄委员，杨应雄委员，杨应雄委员不在。苏清泉委员，苏清泉委员，苏清泉委员不在。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不在。杨立环委员，杨立环委员，杨立环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许天才委员，许天才委员不在。我们请周尼安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麻烦请次长，还有消保处的刘处长。来，请次长，请处长。周委员好。次长你好，哈，我想先请问这个住宅租赁市场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我觉得是特殊的环境使然了。那我们的这个住宅那个租赁的市场是非常的混乱，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次长，我们内政部这边有没有统计全国公营、民营出租住宅分别有多少户？那可以容纳多少人？那他们分别又分布在哪些县市？那包括说社会弱势族群有多少比例？这些我在讲了一些很基本的数字，不晓得我们内政部这里有没有？我现在手上没有。如果委员是不是容许我们回去能够把他这个？你手上没有啊？刚刚您讲的这些，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那你们会有人？我们那好，那你简单的在全国公营出租的住宅有多少户呢？这样我们有没有全国公营的？好了，民营的你也许没有办法。公营的部分呢？跟委员报告哈，目前大概基本上大概是6700多的是有公营的出租住宅的。6700多户吗？对，户700多、哦。那都是租给了这个弱势族群，还是说你是把那个，比方说我前阵子炒得很热的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他们也可以租房子，这个不是吧？没有在里面嘛，没有包括那个。所以这个是我们公营住宅，全国才6000多户啊。6700多户。哇，次长，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中低收入户有多少？你知道我们全国的数字有多少吗？中低收入户是吧？人有多少？应该1万，大概15000。卫福部那边的统计大概1万5到2万。啊，你也不知道啊？你今天来，那要问这个你也不知道。我们今年才把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这个条件把它再降下来，让变成比较多的中低收入户，是吗？那个你也不知道，他们有在做这个，我们大概就是我对我今天的质询，我你会给我满意的答案，我不是很相信了。好，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刚才也说要这个给我书面资料哈，请问你多久可以给我？我要的是全国公营、民营的出租的住宅分别有多少户，它容纳多少人，它分布在哪里？我们有这样。那这里面包括说有多少社会弱势族群，它的比例是多少？你在你的报告里面写说，双北市要建5处，1919户啊，是因为马英九叫1919户吗？这个数字实在是。1919户，那从100年，也就是2011年推动到现在2015年，现在推动了几户了？已经完成几户？现在都还没有。现在除了大概台北市万华那一个是哈，因为一直没有标成，其他的我们预计应该是105年底是盖好，对，全部盖好。那什么时候可以进驻？就除了万华那一个啊。万华那个因为没有标出去，你知不知道中长期未来10年我们也需要3万多户？那你的1919户，这个是短期，这里到底要多少？这个是短期的方案。那长期你们要做几户？中长期我们就是刚刚说的3万4，对吗？你们差很多哎，你们这个才百分之多少？2%、3%。这个是确实这个国家也难怪。马进户也逗啊，马进户政府领导这，你给你这么多年的时间，那你看这几年大家要住在哪里？各位可能都有房子住，没有感受到那种找不到房子住的那种困境。我想没有找不到房子住的
的国民啊，他可能也没有空 关心我们的质询啊，他也没有空看电视啊，但是本席还是要为他们来发声啊。他们可能不知道是我在帮他们做，或是我们有一些委员在争取这样子，但是如果当他哦有空去看一下电视或来看一下质询，我相信他会对我们的内政部啊非常的失望。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在为这些需要帮忙的弱势的去做更多的关心啊？哈，这个是房子的问题。我想，因为你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做健全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问你，你就没有办法回答，要跟我说要给我书面。我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没有那些数字，你今天没有带来，你怎么要去知道说你如何健全我们的市场呢？这完全你完全是不合逻辑的。我今天我要来说要健全市场，就是我有一些数字我知道，那我怎么样来健全？比方说我现在北部比较多，那南部比较有需求，或中部比较有需求，那我的国家怎么样做统整来把这些数字把它整合好，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希望哦多在哪边中部这边多盖一些好，这样子的，这样子才叫做是可以健全啊。不然我真的不晓得今天的报告，我不晓得次长你今天打算要来报告什么。我刚才也一开始我就听你念完了这个整个的口头报告，但是我就是听不到什么东西。好，现在那你多久你要把我刚才问的问题给我呢？书面资料多久可以回复本席？如果是公营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提供给公营的就可以提供，包括分部容纳多少人是吗？好，那民营的部分呢？民营当然，因为利哈，说真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因为只是包括一点，我们所知道只是 NGO 的一些的哈，可能一些统计，我们再跟他要一下。我跟你讲，你民营的时候是很难调了，是、啊。为什么很难调？有很多人租房子出去的话，加起收入你根本就是弄不到，你现在就是没有掌控嘛。那今天我身为政府，你就是说他有收入，我们其实就是要给他课税。你知道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地下经济，也是我们所没有掌握到的。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弱势的老人，我想未来我们老人这个社会已经也，他们呢需要他们租得起房子，可是呢现在变成说我租房子的人他不愿意租给他，因为他觉得他是老人哦。这个次长，你有去过欧美，我不晓得加拿大等等，他们都有一些老人住宅也都做得很好，请你们照着这个样子去学习去做，他们老人可以活得很有尊严哦。他们在这个住宅里面，他们有朋友，然后他们有这个活动，那他们也有尊严，那他们也有相关的需要医疗的照护，这些啊、哦、本席都去看过。我不晓得你身为次长，你们在内政部里面，你们每年都去考察，你们去考察什么东西啊？好，那我觉得我们未来我们的老人社会会很快的在几年，短短几年之内，我们的老人化就非常严重。那也有很多的单身，好，也有很多的单身，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社会问题，请你要很专注了哈。OK，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到这里。那民营的部分你什么时候要给我？你什么时候可以统计给我？给你一个月可不可以？一个月的时间统计得出来吗？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好了，因为像委员讲的，好，给你一个月，好，一个月，公营的今天给我哈。好，那有关于这个货贸签署之后，我想要请问这个消保处的刘处长，你知不知道这个最近在圆山大饭店，我们的官员去跟中国谈了一些货贸的东西，而且他包括他加速海关的通关速度这个部分，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所以在中国，那你有没有关注这些货贸的议题呢？跟委员报告，这个没有跟可能跟消费者的保护的业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怎么没有直接？你最近的，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的诉讼业务量，你有没有你的速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在年年增加？消费争议案件，有年不一定要看情况，有食安事件的时候会突然增加。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大概有些微的增加。啊，你身为处长，你对于说我们去跟中国签货贸，那这个未来我们会有一些中国的货品产品进到我们国家里面来，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好，那这些你有没有一些预料？就是说，哎，未来这些消费者的这个诉讼有没有可能因为品质不佳，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产品不良的情况，那造成我国这些消费者的诉讼有可能增加？这个有没有去做一些评估？处长都完全没有概念，只说你是外围单位，没有不是直接单位这样子的处长，消保处的处长啊，行政院消保处的处长，我觉得你只是在做官而已啊。不是，跟委员报告，消费者保护法里面规定，消费者保护的主管机关在中央是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关于服贸的签订或者是货贸的签订，它有。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当然因为货贸服贸后端引申的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我们一定是密切的。所以货贸之后跟中国的消费者也会有些权益的纠纷，也会有诉讼的部分。我想请问一下处长，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参与去相关的谈判，或者说提供什么资料，也可以是不侵犯我国的消费者做一个前提去进行，有吗？都没有，完全都没有。跟委员报告，这是一个政策的决定。那对消费者保护这一端，可能是他进来或政策决定以后衍生后市场的消费争议问题。所以你现在是要处长，你是要告诉我是完全都你都不知情的，不知道是吗？完全也在这个谈判货贸谈判过程当中，我们消保处的处是没有在参与的，是哈。那这样子的话，我要谴责你们失职啊！我也要谴责马政府在签署这个货贸是根本没有用。以我们国人做一个基础，造成我国人民如果权益受到严重威胁，这是民生，有很多民生的产品要进来，这 是民生议题。但是你是消保处，所有的东西都是消费者嘛，那完全你是不知情的。我不晓得这个国家在做什么。你说食安啊，穿的也会安啊，穿的也不安啊。你知道前阵子不是进口一大堆我们那个衣服，他们用甲醛泡过的牛仔裤等等的，这些都是消费者 的问题，不是吗？是。对啊，那你完全是不知情的，所以你不是失职吗？这个应该是这个政策。然后你也完全不关心处长，你有没有一点点关心？你只要让我现在是感受到你是没有任何的关心之情，好像你觉得说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哈尼啊，侪物件要入来啊，好啊，以后会变作安怎？咱家己生产的产品都有问题耶。那你知道中国他们在这个部分，他们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的缺乏的。那你看到的报道还不见得是真的。为什么？中国的新闻媒体的自由是在全世界自由之家199个排名里面，它是第183名。186名，倒数第十三位。所以他们即便是他们有任何这样食安或是这种消费的问题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你没有办法透过他的媒体得知说他现在生产的这个非常可怕的有毒的产品在毒害他们自己的国人。那现在这些产品有可能，你看哦，为什么服贸，为什么本席特别关心中国政府在服贸在货贸里面啊，货贸将以加速海关通关速度为理由，要求降低中国输入台湾货品的实地检验项目还有比例。除此之外呢，更允许使用中国政府所发的检验证明或是中国厂商签署的声明书、切结书来代替检验程序。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然而我们的消保处处长完全说这是这个我没有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找我去开会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子的回复人民是没有办法安心的。完全难道真的都到时候你说我们常常听到消基会，难道这是消基会只是一个民间团体啊？处长，你是公务人员啊，你有公权力啊。我刚才念的这个你都不担忧吗？你真的不担忧说你在我们的市场，台湾的市场里你就买得到很快速通关进来的中国的产品，
然而他只是用他的厂商的一个声明书说，这个东西是 OK， 没问题，啊，我们就接受，啊，吃了死死去，还是都得癌症，没关系，我们有健保，我们的健保是全世界最好的。跟委员报告哈，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央政府机关，它其实它的业务本身就涵盖着消费者保护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相信主管机关在签订这个服贸或货贸，就在开会的时候一定会把消费者保护这一块纳进去。那至于现在这个那你是要告诉我说你们这个处，你现在告诉我你们这个处其实是多余的吗？就是不需要，因为全在部都有了，后市场我们都已经在加强这个货品的抽检验哈，查核。那我刚才念的这个你有没有再仔细听？你还有再重新念一遍吗？你不会担忧吗？你不会担忧吗？他们中国政府压迫我们，他签这个货贸之后，他要加速海关通关速度。我们也知道现在海关通关速度已经很快了哦，因为有很多都没有检验到就进来了哦。是，我们会请这个还会更多哦。我们会有消保计划，我们在消保计划里面会请相关的主管。你们处多少人？你们处多少人？总共34个人。34个人哦，够不够多？人够不够？不够。做不做事？做事就给人嘛，不做事就裁撤嘛，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我等着你们的书面资料，好不好？次长，谢谢你。好，谢谢。麻烦把这个周宁安委员所这个索取的这个书面资料一并给这个内政委员会。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其迈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这个次长。请陈次长。这个主席啊，我请教一下哈，先会议询问一下，你今天的开会通知是没有发给国民党的委员吗？还是怎么样？怎么的，国民党的委员都没有，内政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来呢？这个请是议事人员是有都有发通知吗？为什么国民党籍的委员今天都连签到都没有来，本委员会的委员也没有登记发言呢？发这个会议通知的时候，那国民党的委员有发吗？你没有发的话，行政不中立哦。这个出席者，我们今天这个会议通知啊，发文日期是104年11月20日哦。出席者是本会委员，所以本会每一位委员都会收到我们的开会通知。好，那我希望委员会能够查一下是到底是有发没收到，还是到底是怎么样？不然怎么今天国民党的委员都没有来呢？那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请这个我们委员会啊，去这个等一下休息的时间啊，去追一下，说我们这个通知是不是没有这个发送到，确认一下。好，谢谢。那个次长，我请教一下哈，朱立伦在11月20号提出他的社会住宅政策嘛，哈，他提到说4年要达到20万户。他认为说这个是务实而且立即可行啊，那也特别提到说这个部分他在兼顾到什么施工品质啊等等这个部分也能够让这个以后住社会住宅的人也能够满意啊。那所以我就要请教一下次长了啊，那当然朱立伦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嘛，对不对？他一定是要参考很多过去我们这个这几年马政府施政的一些重大一个政策嘛。是，那我请一下他有没有征询你的意见或者内政部的意见，就私底下啦，这不是在正式的场合嘛，因为正式的这个公文往来这个有行政不中立的问题，但是私底下你是政务官啦，有没有问过你的意见？我个人没有被问到这个事情。好，那我就先请教一下他，其中啊他特别提到这个租屋补贴的政策啦，那这个部分我在内政委员会我咨询过很多次，我想你也很清楚，署长也很清楚，就是每年啊，包括说从98年到104年，在98年没有选举的时候，平均核准的租金补贴户数是23000户，那99年5度选举就马上膨胀到46000户，民国100年的2012总统大选就膨胀到56000户，那选后之后呢？就变成24000，好，102年也24000，103年也24000，那104年在8月，
你们本来计划数是25000户，好，104年。那在八月的时候，你们又突然宣布说要增加到61000户，因为明年要选举了，你们又增加到61000户，啊，但是呢，你们又把申请的收入的50%的标准把它降低到剩下20%。那我请教一下，那你们现在来申请到今年到这个月11月来申请的户数有几户？你们核准几户？申请的总户数我记得是到现在58100多户啊，多少？58000户是啊，核准几户？就是这个是核准的啦，除了台南市，除了台南市少数哈，没办法户额要取消全部。那你们那个补助的这个所得标准本来是50%降到20%，怎么会剩下又增加那么多呢？怎么会增加到50000呢？这个跟陈伟啊报告哈，哎。这个也是跟所有的22个地方政府讨论过的，哎，那这也是应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就是说找，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原来哈，过去都是所得的50%以下嘛，从50分位数降为20%的分位数，对嘛？那你分位降数理论上你核准的会减少嘛，因为他来的数目会减少嘛。那地方政府，那你今年怎么又增加到50000多呢？跟陈伟报告哈，因为地方政府他说他愿意也拿出来他们自己的。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中央其实预算本来是没有增加多少，那因为地方政府他愿意类似相对的拿出他们的诚意，也拿一些钱出来，后来就说好，那20%分租金补贴不是全部都满足，这是中央跟地方讨论出来的，大概这样。所以你租金补贴的部分不是都是中央补助的吗？这个政策不是都中央在补助吗？地方负担多少？往年都是中央补助，那从就是往年他们认为有缺点，经过讨论，他们地方愿意也出一点钱啊。所以今年呢、啊，我现在在讲说，你地方跟中央，大家这样预算的话分配，大概我们过去 每年大概是以104年的预算数13亿2000多万嘛，对不对？嗯。啊，地方出多少？我们这样子，我们自己推估的啦，不过因为实际上要到看今年底成真正的22县市核定以后为准。我们自己推估，就是说，原来我们的预算是12亿，哎，那后来我们这样子的话，如果20分位全部满足，我们大概要增加5亿多，可能要17亿，哎，那自己地方政府，我们预估它大概也要出个几亿啦，3-5亿可能也差不多了。啊，你好可怜，大概是这样。你本来每年平均核准的户数都24000户，你现在要增加到50000户嘛，对不对？对，50000多。那过去的预算大概都是。大概是这个以你101年为例，也大概都20亿的这个水准嘛，对，对不对？对，所以你其他的这个预算是由地方政府来支付。对，还有一个我忘了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像台南、高雄哈、哦，这个它原来是4000块的补贴啊，降到3200，那像这个花莲、花东这些离岛了，就从。也4000了，甚至降到3000，所以就照顾的更多了，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啦。次长，过去啦，我们在质询有关租金补贴这个部分，这个我们没有说我们反对了、哦。我们都认为说，那你应该是要考虑到说，你既然以前是补助50%以下，对不对？那你现在突然降到20%以下，那你会造成50到20这一些原来是被补助的这个对象，那因为你骤然把它取消掉。会造成他在租金的他整个财务的一个处理上会有一些问题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制定租金补贴的政策这一块，你其实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说这个相关的这个补助标准，你不应该浮动变来变去，那也不应该随着选举来做调整。有选举你立的核准较侪，啊，无选举你立的核准较少，啊，选举过了啊，人家租厝的人啊，到底要安怎？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坦白讲，租金补贴这一块啦，哦，应该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标准不应该这样随着选举或者是这个有不同的标准你就变来变去了。这个应该是要把它定一个标准。好、哦、那这个标准就要固定下来。那你审核你要让租的人这些相关的这些人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未来他的一个财务负担他整个一个财务的他理财的一个准备他这样才会有依循的一个标准啦、啊。这个是第一点啦、啊哦。所以你说朱立伦去讲了说怎么67000户你原来现在假如说按照原来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标准，在100年，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就56000多户啊，所以他这个政策是其实是抄袭原来旧的一个政策，而且这个政策过去在民进党执政就有啊，对不对？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坦白讲，租屋
补贴的这个政策不是不对的政策啦，哦，但是在办理的过程里头不应该有太多选举的考量啊。你比如上去搞朱立伦讲要六万户，啊，他没讲英准过去，无咧选举的时候拢两万几户，所以我觉得这坦白讲啦，哦，这种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啦，哈，哦，这个抱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骗票之嫌的。這個，我觉得这个有变票之前，你们故意把它压到两万多，然后选举的时候他在作价，这个增加到六万多，那好像是他新的一个政策。可不可以先跟？这个我没有办法同意，你知道吗？这里本来就是固定，比如说过境的水位就是五万，就是六万，你要计算他实际的一个需求啊。今年的为什么变更？对啊，我想，因为我们本来就政策就是照顾中低收入啊，什么叫中？结果就百分之那为什么选举到你来照顾？对不对？那你为什么选举到才照顾？选举后就不照顾呢？实际上哈，说真的，实际的这个补助哈，也是在百分之二十真的才领得到，因为他们的分数一定是比较优，所以后来地方那二十二个县市政府就说，这不要异议，我们压到百分之二十，这个才是真正的，也不要去。哦，这个申请者重，然后也拿不到真正补贴，他们行政的作业又人力又负担不，哦，我知道，这个，太多，那个是这样子的。我的意思是说，显然的租金补贴的政策的需求，它的人数至少了，哦，从现在来看至少有五万以上嘛。是，我只是在检讨说行政部门为什么选后你就把它降低到两万四千户了，对不对，就是？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应该是要维持，假如是真的需求是需求数是大概五万多。哦，那我们的政策的一个评估，那五万多，你就不应该选后，你就把它降到两万多，对不对？啊，不，你今麦两万几，啊，朱立伦要选举，政策阁变六万几，啊，哪像，哎，啊，朱立伦去争取这个政策，其实都不是啊，对不对？马总统在2012年选举的时候五万多户啊，所以这个是换汤不换药的政策啊。我只是觉得说，你这样对这些相关的这个租金补贴的受补贴户，这样是不公平的，这影响到他们的权益的哈，哦，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租屋平台的部分，刚刚有一些啊，委员你有就教了哈。那我觉得坦白讲了哈，我刚刚看了一些数字，从过去几年到现在，你去年25户啊，那问题出在哪里？你现在每年你要补贴大概1000万给这些租屋平台啊，媒合成功的数目又很少，那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检讨过了？这个当然有啊，哈，跟陈委报告都有检讨，包括那个 NGO 哈，这些我知道你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那他们就是说啊，就是因为你这些爱心人士要缴税，所得税或是那个不是啊，这个房屋税啊，没有不适用优惠的等等这些，他们就提出就是这两个论点。那现在我们内政部也啊，会同财政部啊，大概也都啊朝这两个在做。那第一个是那个自用住宅已经做到了，那现在就是那个所得税的减免这个部分，那现在在我们内政委员会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我们那个租屋平台的政策了哈，这一个这个我们做了几年，四半两年了，从102年102年开始，102、103嘛，103对不对？到今年对啊，所以103年25件，啊102年几件？102年是个位数啦，哦，个位数刚开始哈，啊，你这样加起来三十几件，35件了，35件花了至少2000多万，对不对？按，啊，你媒合35件，2000多万，35件，平均媒合一件大概80万。他还有做其他的啊，媒合一件80万，啊，你归去80万，每一个来拢可以去付租金，等到开合。但是因为这个是在住宅法当时。啊，包括 NGO 都要求说一定要入华，要求要入中这个部门。我知道了，我的意思说，不然你也同回一个系列的，讲啊，这政策都做不对，对不对？啊，陈威仁进前我咧甲问的时阵，伊就讲，那这个政策不做，那我问你呢，明年要不要再做啊？租屋平台做不做？你平均媒合成功一件的成本是80万，这个法你是凯子吗？法不修，我们都一定要做啊！这个，否则我们就会被这个。啊，你个砍头，你万一来，这你们执行政策失当，它会造成的结果啊！你现在还在讲说什么法要修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哦，我们是希望住宅法12条之1能够通过。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再来看看它的成果会不会。刚刚几位委员都在关心这一块，会不会对于这个空屋？所以我们明年你们的租屋平台预算，我们还继续要核准你们这1000万的这个规模吗？那消保处的处长，啊，你看这安内通没？每盒35件，哦啊，拢总开2000几万，啊一件平均80万。哦，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营建署啊，这个署长，我是不好意思说叫你下台，将近5000份呢。你们这个政策错误的政策，你们就要停嘛，对不对？你们就要去检讨，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嘛？是问题是出在说
有房子的人他房屋不愿意提供出来嘛，不是这样吗？这不是租房子的人有问题，是不愿意把房子提供出来去租给这些中低收入户嘛，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屋主不愿意租给这些人嘛，对不对？所以每次你看朱立伦选举他有讲啊，空屋台湾有80万户啊，大台北地区有29万户的空屋啊，这些空屋拿出来那就可以解决这个租屋的问题，台湾是有房子不是没有房子，所以不用盖社会住宅，陈腔滥调每年都在讲，你们从马政府现在讲到说朱立伦又在讲同样的事情，你们问题都不解决，对不对？空屋不拿出来的问题从政策面法规面你们本来就应该要解决啊！你看讲了几年讲到现在，从2012年 马总统连任到现在，我们讲到现在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租屋平台的成绩为什么效果不彰的道理是在这里啊，是不是？所以市长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检讨一下，租屋平台假如真的是你假如说要每合一户要80万啊，规矩停起来啦，我说真的啦，你就拿这些钱 去直接就送给屋主说你假如来哦，这个提供给低收入，我一年补助你20万，你搞不好效果还比你这个还来得高啦，对不对？你几乎，啊，对你帮他缴税金，那这个效果还比你租屋平台的效果来得好。我说真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政策上要做一个检讨，不要说哦，你看那朱立伦还在讲说什么又要释出空屋，这栋康翠博计讲了4年，马政府在做的事情没有一项成功，然后又拿出来炒作，啊，讲到说他的这个住的品质是最好的。啊，这个房屋的品质没有问题，你看合一住宅不是一样吗？对不对？那桃园的这个国宅不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品质都是有问题吗？所以这个市长，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好的检讨一下，好不好？是啊，让真的是让居民能够真的是住得安心啊，租屋的品质也能够获得保障。好，谢谢。是。好，接下来请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好，各位同仁，我们今天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吴玉生、姚文智、周尼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亦请另以书面答复。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临时提案有一案，请宣读。委员段宜康、陈其迈、周尼安提出临时提案，内政部为住宅法之中央主管机关，依法应负责住宅政策及全国性住宅计划之拟定、全国性住宅相关资讯之收集及公布，但内政部对于住宅租赁市场之需求、供给、价格等资讯却全未掌握，如何引导租屋市场健全发展，原要求内政部应于一个月内研拟住宅租赁市场资讯收集统计之方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临时提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好，现在散会。